现在我们是要去澄清湖的路上，这一条路是澄清路，这右边是正修科技大学。正修科技大学，这边已经快到澄清湖的正门，正大门。澄清湖大门的右边是鸟松湿地，里面鸟况很丰富，蛮多人来那里拍鸟的，的鸟友。今天高雄早上的天气比较阴凉，现在中午太阳还蛮热的。往右边就是鸟松湿地。澄清湖高雄市民是不需要票，只要身份证给他看就可以了。那外地的人是需要买票。好。好 ，OK， 呵呵。就是正门进来，这里已经看到湖了，还有九曲桥。希望风寒流之后开始风高雄。这里有一片玫瑰花园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中心塔。
这里真的是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。